即摆气温是较降，长须蟹蠓仔来生长，因此卫生局举办幼卵知青亲近家园，大家做伙来启动意识。幼卵知青，亲近全家。虽然倒掉，但是蠓仔的迄个卵吼，要调一斤，安尼爱搁刷刷。除了运用实际监测虫卵的数量，为了要防止天狗日，更加呼吁乡亲爱落实循德清路的观念，维护大家健康。1804年开始，规个嘉义县拢总发生50例爱天狗日，其中在布袋跟义竹就有9例。那当然，即个用这个幼卵虫，一方面是做监测。大家知影讲到底伫某一个针头，是病媒蚊主事较管。那当然高了以后，相应的所有的措施就要去做。那包括要动员我们的社区居民爱寻道清刷，就是爱巡，然后将这个积水倒掉，然后爱这个将所有的这个可能变成积水容器的，要把它清掉，然后要刷。我想整个对抗登革热就是寻道清刷。我想是真重要哈。馆长讲，监测方法有效降下蚊仔密度，卖配合后续的防治作业，来防范天狗日的疫情。若是试办的效果好，未来卖推广到其他乡镇市来监测。台中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。